老公，明仔载要叫白教水，跟我看着单啊。啊！白教水交流期间是四月一号到三十号为止，会当到金融机构柜台、便利商店，或者是使用约定专线、ATM、信用卡、金钱金融卡、电话语音多种方式进行缴费哦。另外，欠税车辆使用公共道路恐查到，除了补税以外，还要罚一倍哦。定期缴税多管道，安心用车无烦恼。